sky, watching stars align. 大家好，我们是杰克中 Q， 我是大 K 中 K， 我是瑞琳，还有 Mini Q Henry， 我们在哪里？蓝城，我们在宜兰，对不对？第三次来，对，蓝城，蓝城精英嘞，哇，我觉得这边超好玩。而且上次 QQ 来说好像才3个月，对，3个月只能躺着吧？只能抱着这样。对啊，所以你那时候都没玩到，这次特别带你来玩，好不好？这边真的是超级适合小朋友玩，而且重点是他们的烤鸭真的很好吃，所以你会为了烤鸭想要再来。这次其实也是为了吃他们的烤鸭，饭店也非常棒。对啊，而且重点是这里还可以看电影，真的是很棒。这边有小朋友的电影院呢。因为我们这次只有3个人来，所以没有阿嬷帮我们顾。反正最近好像比较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电影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就自己来就好了。也可以来饭店住设施，对、啊，这样也不错。玩设施，还可以有泳池这些的。对啊，玩游泳池，然后开车，好不好？对，好。好哦，好啊、那我们就直接去房间喽。Go。这个是朵朵，我们叫他朵朵好。来住饭店就可以7只选1只，这次选到朵朵。收集第二只，再来5次。5次就可以集满哦，加油。好多车，我们先去选车。里面好多车，这可以开进房间的。你要选哪一台？大台的摩托车吗？还是要大台跑车后面上面的？太恐怖了！太恐怖了！你选这台，出发 Go！ 我们到我们房间，我们今天住823。这里，而且我们的门口就是那个。哎、欸，外面就是芬朵奇堡了，好近哦，直接出去直接玩呢。哇，有帐篷哎！哇，好赞哦，蛮大的哎，很贴心，有床围，消毒锅也有，太贴心了，蓝城精英。我觉得最贴心就是我一个最怀念的东西，戴森吹风机，最怀念的，还有浴缸，还有澡盆。哎，我记得 QQ 小时候3个月来这边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澡盆洗的。这边还有这个无线充电板，今天我们就疯狂的玩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今天完全给你玩，好不好？来，还有跳跳床。好，有没有开心？有没有说好不好？开心。然后我们今天是5点的烤鸭哦。你没有预约会吃不到。我们上次来好多次都没吃到、啊，超可惜的。对，好怀念烤鸭那个握寿司哦。QQ 今天就睡帐篷，然后爸爸妈妈在那边生第二胎。好哎。其中还有一个很怀念的东西，就在厕所里面，这个备品包，这个超可爱，而且超实用，很适合放我的线哎，线材，因为我很多充电线。所以你意思说这次这个要给你的意思吗？嗯，好，可以。欧舒丹的，很赞。小朋友还有附这个杯杯，这个杯杯也可以带回家的。我们现在来吃他们的烤鸭了，哎、欸，跟我们上次做的一样。你今天可以自己吃嘞，好棒啊！哇，可以自己扣扣子嘞，好厉害哦！要吃几个烤鸭？2个啊、哦。那我们应该点这个5吃吧，再加几个可爱杏鲍菇嘛，然后可以加个饮料。超多人的，今天平日晚上哦，竟然还要排队，真的是要吃的话要早点订。我们要来吃晚餐了，好饿哦。好饿。干杯。干杯。你喝一口，很酸哦。哦，酸啊，给妈咪。可以倒进去。倒进去吗？好啊，给你装一点啊。酸吗？对，有点，我们交给你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今天2个人真的好爽，可以吃好多个。是不是很好吃？好吃了。哦。有没有很赞？哇，这个好好吃哦。好吃。哦。亚鱼。好吃哈。葱油饼好好吃哦，我刚吃一口，好怀念的味道，三星葱油饼。好好吃哦，那个皮超新的，搭配鸭肉超配，还有这个片皮鸭肉卷，这是一定必吃的。哦，那个肉，哇，赞！谢谢阿福。嗯，肉。哇，好大口。
真的吃超饱的，饱到一个不行，饱不行，饱到不行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们这个继续去玩设施，顺便动一下，可以玩喽。耶、yeah, ，大溜滑梯，这个可能QQ会怕哎。好啊，宝宝保护你啊。哇，好小哦，这好可爱哦。他喜欢摩托车。还可以溜，用脚脚溜。他以为这是用跳的。我们要去挑战那个大溜滑梯了吗？小板的城市啊，对啊，小朋友在骑车呢。QQ要换车了，你今天骑很多车哦。这边看一个窝窝屋，窝窝哦窝，很多小朋友在里面玩。哦，好看窝就去看电影，然后好喝窝窝泡，就喝一些饮料。哇，有一些玩具可以玩呢！这后面的吧台也超棒的，你、啊、可以点饮料。QQ 来，QQ 要换一个，哎、欸，怎么第一排就中？这边还有一个二楼哎，看一下有什么。这边还有咖啡机，超赞的哎 ！Nespresso 胶囊的自动门。罐的鲜奶，像我们家新鲜一点。对啊，还有现打的柳橙汁哦，不是那种浓现榨的哦。你早餐有 Q 最爱吃的香菇，香菇香。你看我们今天都穿哈哈杯。对啊，我也是。虽然没有跟他们一样颜色，但这个也蛮好看的。李贝送我们的，贝说谢谢李贝阿姆，谢谢李贝阿姆。游泳喽！哇，今天天气好好哦。超适合游泳的，看你儿子很兴奋。游泳喽！这样子，很像嘟嘴喝的，是不是？喝得到吗？整个流出来了。我们已经check out完了，好好玩哦。
真的是住在饭店里面就可以玩尽所有的设施。所以我们这次 Q 这个年纪来又是不同的体验。对啊，而且我发现它其实这边很多大概五六岁小朋友都还在玩那些车子，玩得很疯啊。对，就表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好多次，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体验。总之，蓝城精英我觉得真的是一间非常棒的饭店。对啊，而且真的很适合带小朋友。我觉得家长来也会蛮放松的，因为你看他连游戏区里面都有附咖啡机，对，就代表他多照顾家长。我觉得真的很贴心，然后住起来很舒服，床很好躺，超软的，我超喜欢这种软软的床。而且重点是他们的烤鸭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一定要提早订。对，订不到饭店可以来订餐厅，订不到餐厅可以订饭店。假日基本上都是满的。对啊。对，所以要提早订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。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开铃铛。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你们，跟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好玩吗？好玩。